最后哩，等一下记得去批假领药。好些。安尼就用啊。安怎？你伤忝哦？无啦，就最近哦，颔骨那有淡薄暗。哦，无我给你抓一下啦。无紧啦，我家己哦安尼舒展一下就用啊。哦。我以前嘛常常帮我妈抓人，伊逐摆拢讲，互我抓了吼，比去外口人按摩搁较舒适。你唔免跟我客气啦，来。帮我轻松。我总算是爱甲博文斗相共啊！啊，对啦，昨昏你无甲雅玲出去散步，伊敢会无欢喜啊？无啊，你哪咧问？我看伊昨昏面色敢若无啥好看，我惊讲后来恁敢是搁冤家啊？雅玲哦，伊袂安尼就生气啦。阿妈某甲男女朋友是无共个。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代志，啊，情人之间哦，嘛是互相影响啦。那安尼，可能是我想伤济啊。我有时阵啊，感觉亚玲拢甲伊厝内底的代志，看了比你搁较重要。啊对哦，我甲亚玲伫谈恋爱的时阵哦，感觉妈妈管伊管了足严的，所以我认为哦。亚玲足需要人保护，伊嘛足尊重我的，啊，事事项项哦，拢是以我为主啦。后来结婚了哦，搬去因家，伊就有足多哦，啊，比我更加重要的代志，所以吵完啦。啊，佮加上少卿就敢若袂大汉，所以讲话，我永远拢是排在上尾仔的。所以你才想要搬出来？而且丽文哦，即摆无适合一个人住啦。唉，我即个做哥哥的，无好一个哦，啊，查风撇回家，实在是就对不起。敢若是丽文，你逐工上班了遐尔啊忝，回去阁无法度好好啊休困，安尼想委屈啊。啊，假使讲夜里嘛是安尼想就好啊。亚玲，你莫误会啦，是头拄仔伯文讲，伊颔骨那有淡薄仔酸痛，啊，我之前照顾妈时阵嘛有研究过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就顺续帮伊抓一下啦。哦，多谢你照顾伯文。亚玲，阿姨来胃嘛？手术时间用哦，我想讲你爱食迄间甜点店，今日有开，要做伙去食点心无？亚玲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？我阁有资料爱看，无你找小姐好啦，吼。无我陪你去啦，要倒来给伯文吃。今麦上好是四点钟哦，甲保温连调调，安尼哦，哎呦，安尼我入去啦。你，你哪会拢唔讲话啊？你有心事哦？我是咧想，你甲信宏分手了哦，你敢有啥物打算？你有考虑过搁找新的男朋友无？啊，谈恋爱伤痛苦啊啦，我暂时无这想法。其实是拄到唔对的人才会辛苦。比如咱的爸有足侪还未结婚的查甫医生，条件也未歹，你介意都是行的。
我会当替你注意。你着遐年纪要甲我笑出去？我无歹意啊，我是想讲你对伫伯恩身躯边打工拢咧工课，可能无啥物时间会当接触别个查某人。所以你是惊讲我会介意伯恩，甲伊当作是谈恋爱的对象？你是不是头拄啊看到我去掠人，感觉我伤亲密啊？我知影，大家拢是好朋友，我们嘛一定对你做好的。不过，不管安怎讲，有时阵啊，我真正感觉你明明心内底对我最不满的，啊，不过表面上却对我遐尼啊温柔体贴，讲啥物拢是为我好。其实你真正唔平安的。你讲什么威胁我？啊，不过我心内底真正感觉足痛苦的。既然安尼，我就直接问你，你是不是介意博文？博文遐尔巧，人缘阁好。对别人，啊，搁有家属，拢足好足体贴的，我当然嘛足欣赏。我是问你，你介意伊是无？既然你拢安尼问啊，代表你心里已经有答案。就算我安怎解释，你敢会相信？之前你来阮房间，搁要找疫情手册，敢是真的？是啊。我甲伯恩相片，敢是你藏落来？对。啊，不过，迄时阮妈之前甲我讲，迄相框的玻璃反光，也是对着眠床，对身体无好，所以迄天我看到，才会甲伊藏落来。敢真正只是这个原因？你若是不相信，我嘛无法度。啊，不过你心肝内若是遐尼啊在意，我会当甲你回实的。哎，实的，萱萱，你袂安尼啦，话讲清楚就好啊。我无别个意思啊，就是你就是搁咧怀疑我，对无？是我误会你啊，害你心内艰苦，我甲你回实的啊。你唔免回实的。你本来就是伯恩的太太，看到伊甲别个查某囡仔安尼有讲有笑，当然嘛无爽快。啊，不过既然你是阿母，只要你是真心对待伯恩的，你就袂去烦恼伊甲别个查某囡仔暧昧，除非你对家己的婚姻无信心。你伫个这个婚姻内面，就等于是有优先爱伯恩的权利，那安尼你就应该好好啊珍惜。不是卡袂着着怀疑，伊甲外口的查某人有暧昧。我唔是，我是珍惜我甲伯恩感情。那安尼有啥物恁常常拢咧冤家？因为你总是甲恁厝内底的人放伫伯恩的头前，你拢袂记伯恩是你的翁婿，伊才是你生命中上重要的人。伯恩是我的翁婿，无代表我袂当关心我家己的亲人。比起你家己，你应该加替伯恩想一挂。我一个护理师，逐天伫个病院，看到伯恩受遐尼侪委屈，我哪会替伊感觉足唔甘啊？你且做太太，刚刚拢唔知影伯恩压力有偌大。伯恩受着委屈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你看，你啥物拢唔知影，伯恩的工课，伯恩的心事，你一点仔拢无关心，无怪伯恩遐尼啊痛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拢是我的不对。我的意思是，你阿母本来就有问题，你袂用把责任拢送伫别人身躯顶。我唔敢唔忙啥，我只是希望伯恩过了好就好。因为伯恩真正对我足好，足照顾我，我只是希望伊当幸福。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去买点心。你好好想看嘛，我头拄仔甲你讲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对家己的翁婿更加关心的？
啊！阿丽啊！这是你玩了，有受伤吗？来，换狐狸。啊！哦，我的手。啊！你跟我要紧啊？我不要紧啊。我先看你的手。啊！等等等，这疼。应该是脱臼啊，要赶紧去病院检查。小雪，我拄则是真正惊你危险，啊！你想要买迄种表情啊？先去病院啦。哎，等我啦。